你睡错床啦、啊！这个床脏脏的，猫咪老师，床脏脏的啊！你没有觉得臭臭的吗？惨了，而且这个位置是茶缸睡过的哦。啊，你们都知道现在要把炮口对向谁啊？起床啦！起床吃优格，吃个优格。他要做伏地挺身，我们来看猫咪老师做伏地挺身运动。等等，太快了！啊，哎呦，还蛮标准的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人是不是猫咪老师的菜？看一下。当我没说，感觉有点不太像。我们去帮他找一个他的菜。那里拢无人，阮家附近拢无人啊！哎呦，有个，还是这是你的菜，猫咪老师，那个。然后其实这个还不错，可是这个是那个吗？是那个人吗？是那个？对，不是，他是雅慧，这长得好像脚踏车那天在织的人哦，因为他的这个，哎，这里也长这样。他吃完还想干嘛？与某人碰碰屁股。哎呦，与某人碰碰屁股。有人吗？就是你了。我们来碰碰屁股吧。先跟他认识一下。脑汁与志豪还不相识。这个人看起来有点老哎，还是他只是把头发染白了？对啊，他年纪大了，他还有三条皱纹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。啊，这样子他可以，他愿意跟我碰碰屁股吗？他笑了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让他跟他碰碰屁股。我的天，我怎么走到外面还在吃啊？你真的很脏哎、欸！而且还丢在地上。碰碰屁股，讨论游戏策略。碰碰屁股，我跟你碰碰屁股好吗？Finfa。这个有钱人吗？我怎么知道他有不有钱啊？你走开啊！我要跟他碰碰屁股啊！你这肥不拉几的中年人，你看他的肚子。这肚子，然后你看这个老 Coco， 他的身材还不错。真的是，你可以碰碰屁股了吗？交谈不能碰碰屁股，碰碰屁股。快！喂，哈哈哈。上班，等，不要等这些了，快点，我们碰碰屁股，碰碰屁股就要去上班了，不然没有钱可以赚啊。哦，猛，这老人还蛮厉害的啊！不要聊天了，去上班了，去上班，快去！啊，没有人了。哎、欸，等下这个在外面啊，这个还在外面啊，算了。大家都在上班，哎、欸，我回家了，啊，脚踏车要去睡觉，脚踏车你自己去，赶快去睡觉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他们也要睡觉啊，哦，有了，去睡觉，不要睡错床，拜托，不要睡错床，我怎么一回家就在拉很难听的小提琴啊？
哦，拉到自己脸都歪了。好，你慢慢拉，你慢慢拉。哦，超级难听。哎呦，烧梗，烧梗，烧梗，好臭，果然很糟。他要干嘛？工作导致的酸痛。去洗澡，去洗澡，你快去洗澡。我们看看擦缸精壮的身体，脚踏车，你快看啊！这是你梦寐以求的身体，然后还洗一下，算了，我不想看了。这个完之后还要干嘛？哎呦，我拿到两等的小提琴技巧了，可以不要再弹小提琴了吗？煮一顿饭啊，煮一顿饭，我也要来煮饭啦，田园沙拉，这算饭吗？田园沙拉四人份啊，四人份。啊，煮个饭，哪里起火了？哪里起火了？不能讲话。Bike 还在睡，他要干嘛？他现在存放。哦，突然就充满活力了，太厉害了吧！他又要讲笑话了，让他去讲笑话。然后煮电饭完之后弹奏练习好了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再按个暂停，我去装个水，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，我按个广告。洗碗工，他是要前往大厨哦。要当大厨，前面当然要先洗碗啊。你没看，就是你要当厉害的美发师，一开始也是要先剪，也是要先洗头的。你说是不是？
噔噔噔。哎。Tribna Harfin. Tribna Harfin. Flarbin. Flarbin Theory. 他当喜剧之王，可是他讲话这么不流利，而且他的他这一包是看起来蛮喜剧的啊。嗨，安安。脚踏车一直在做梦啊！我要干嘛？随着音乐跳舞，所以等一下我要去跳舞。哎呦！等等等等等，插钢可以，插钢现在可以干嘛？可以在电脑和麦克风上编写。要先去电脑上面写桥段，写桥段，书写，哎，编写短篇桥段，嗨，没有啊，我最后没有弄 mistake 啊，我觉得我做出来的不太像，就算了。然后我们看他怎么写桥段的，这什么文啊？看起来像是蝌蚪文。OK， 他要编写桥段。哎呦 ，easy， 猛！这今天我又带领了一局逆风开局，但是我的学生们都做得还不错，最后我们逆风高挥。算了。其实我到后面还可以慢慢再新增一些人，但我觉得四个人已经有点多了。哦，来干嘛？不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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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钱比他少很多的，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，这间房间是我自己乱盖的，所以我花了很多钱。然后我买了一台平板电脑，被猫咪老师干走，所以又少了1000块钱。脚踏车怎么还在睡啊？他这个要做要写多久啊？我靠，要写超级久的。那我们不如就这样子啊。好，继续继续继续。哎，脚他写好了，就是。等他吃完，我们就要让他办正事了。等等等等，我要尿尿。谈到一半就想上厕所。哦，上完厕所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怎么坏掉啦？维修维修，不能乱替换，一下就没钱了。你别跳舞啦，你真的别跳舞啦，先别跳舞了，快点去。然后，插钢又要做正事了。别，哈哈，都不洗碗，叫他起床。泽宇，我们该来做事了。泽宇，别，你别出去，别啊！